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中原的 Queen， 咁今日带大家嚟到皇朝区，咁今日带大家睇嘅咧就系珠光大厦一个低层嘅 U 单位，咁呢个单位咧一入到嚟啦，有个小走廊啦，有个玄关位，走廊好阔嘅，咁呢度可以做顶顶嘅鞋柜啦，或者饰柜。咁我哋入到嚟咧，见到长方形嘅客饭厅。长方形客饭厅好好摆位，两边咧有超巨窗啊！如果开咗窗咧，南北对流好通风嘅。我哋睇下个厨房，系啦 ，U 型嘅厨房，厨房都有窗嘅，望出去好开扬，好舒服。咁呢个单位咧，1429尺啊，两房。两次的设计，呢度有个凹位啊，可以做啲饰柜啦。第一间客房好大嘅，可以放两张双人床。我嚟睇下，呢个系客厕嘅部分。入面是企缸，咁我哋睇下主人房先。哇，巨型主人房可以三边落床。之余咧，门后面仲有乾坤噶喎，呢度咧做咗个衣帽间，系啦。咁电视墙嘅右手边啦，就是套厕嘅部分。起缸啦、浴缸啦，好大，系啦。咁呢个单位咧，位于皇朝区啦，隔篱又系教业，所有配套楼下都好完善。如果你都对呢个单位有兴趣，快啲联络我啊！我叫阿 Queen。中意影片嘅朋友，记得 like and share 我哋。想知更多市场资讯，关注我哋中原澳门及环球 Facebook 专页或视频号啦。